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正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正义是叫人活。所以我当时不知道一样嘢，就是当时我分享的吴从佳的这一班人，是我有生之年当中所分享是最麻木的一班，是我去到全世界从来未见过一班咁嘅人。呢一班人就系他哋对信仰嘅绝望啊，自己公义化嘅情况底下啦，而并且已经系可以话叫埋对手去睇你啊，有啲咩今次又有啲咩表演啊嗰种心态。嗱，佢唔系恶意喎，佢唔系恶意嗰种啊，但只不过就系佢唔知道就系话佢已经系做紧呢样嘢咧，已经成为咧，佢以为咁有机会用呢种嘅方式啊，逼得出神有一日啊可以俾复兴佢。但是神不是一个这样的神来的，神要你是不是凭眼见凭信心的嘛，你付出得越多但是会给得越多，不过 你付出少少已经斤斤计较的话，你不用玩的嘛，是不是？事实上跟他们查经，当然又是查了大约一段的时间，几个月这样，大半年到又是，那就停了啦，因为我开始教会。但是一开始教会他们又不是怎么来的，直至到你教会过千人了，过千人呢他们死死气气来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呢他们又是那样，就是基督徒呢，你叫他讲不信他又不会讲的，不过他讲的信根本就等于不信，我信家那种呢，那种不付代价亦不是圣经的标准的信呢，其实是没有信心的。所以变成他们根本当我们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他都不会来的，直至我们教会过千人呢，哦，死死气逐过来。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他们那种骄傲啊，不服人啊，又不服神的话语啊，但你亦因为咁嘅程度底下而自豪啊，咁呢种嘅心硬程度咧，最尾咧都可以话害死佢哋。因为事实上喺当时查经嗰班咧，到而家喺今日啦，我发觉今日系冇一个，佢仲叫做系信仰冇跌倒，冇一个，一啲系已经有几个男嘅已经系分爱情噶啦，即系有外遇啊，跌倒咗啦咁样啦。另外一啲咧就直成系离弃神，即系嗰扎。当然你这样听的时候，你会现在在石安里面听的时候，你很难想象有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世界。但很可惜的，在这样的世界打滚的人，其实他直情也很难想象有石安这种生活，有石安这种信仰世界。因为他们的世界是真的叫做自自然然建立出来的。或者你会听到的时候已经觉得，为什么会建立一班这样的人呢？还要是自然的。其实是会的，所以在当时来说我都是又不是说认命那种去理解他们，而是就是都明白为什么他们这样的光景。为什么呢？原因就是这样的，原因就是他们呢是对一位呢可以说当时在整个亚洲区当中最行到神迹的牧师呢陈公展失望嘛。你明白你能够对陈公展失望，因为他们不识分了，他们对他的性格失望呢，就导致他连真理或者神迹呢都失望。他们不知道有很多时真的行到神迹的这些或者去到这样的级数的牧师呢，有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他们一定会常常有怪的性格。但第二，他们常常都很容易即不能自己那么骄傲，因为实际上太劲了嘛，自己觉得。觉得起码我劲过这个城市，或者我劲过成亚洲区这样。所以他们一对陈公展失望的话呢，就收工了。因为为什么呢？他们不懂得将他分开，就是说我对他的性格失望，但我对他的神迹歧视或者神的话去着弱。他们不会，他们总之一味全部都失望。所以换句话说，你能够想象，如果他对这个陈公展失望的话，那其他另一个来带起复兴人，明白吗？你一定要样样东西都劲过去啦。那当然他们都认同我分享真理是劲过陈公展，是不是？那但是另一样东西就是他们不知道他如何设定了不信的话，他们下意识等的第二样东西就是日华你能够有一间千人教会。那当然等我有一间千人教会都已经是十年后了已经。那所以就如我所说，就是当我们千人教会的时候，他们就死气来了，是不是？那但还没够的，因为他们是一些无理的失望，就是我所说的公义化嘛，将自己的不信去公义化嘛。那所以变成其实个标准呢
可以話打過一次咁咧，佢哋自己就為自己提高噶啦。因為最主要佢話愛嚟，佢下意識覺得愛嚟保護自己啊，自己咁做係啱噶。你令我少少失望，我就放棄啊。我揾嗰個勁啲啊。但佢唔知道就歷代歷世神都要求我哋咁樣付出我哋信仰嘅燔祭噶嘛。咁所以變咗佢哋嗰種叫做可以話咧，自己嗰種罪、嗰種錯誤、嗰種不信嘅公義化嘅話咧，就導致到佢哋咪入咗有一條死路當中咯。就係話變成一個石像咁嘅信仰。所以他们成为我有生之年可以说正如我现在信了主35年这一班人每一个都是 我有生之年见过在信仰上最深眼的人是可以说当之无愧的因为他们是对一个他们有生之年能够找到比他们自己当时的牧师更厉害的人是其实他们很难找到第二个当他找到第二个的时候那个人因为他们设定了嘛、哦、你要怎样呢、哦、你要讲到劲恩高劲过他人足劲过他那重要呢他可以列更多要求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合理化自己 的不信呢所以他比外邦人、啊、就更多要求了那所以变成当我们教会一遇到逼迫那你估他们是怎样他们走得快过任何一个人、啊、所以能够想象弟兄姊妹从这个这样的可以说反面教育当中记住喎，佢哋全部都系我哥哥姐姐嚟嘅，咁真系有咁嘅反面教育嘅话，你真系想唔学精都几难。咁而事实上当年咧吓，就系、是、子明同我即叫夹档嘅开始帮手咧，就系、是、同佢哋查查经咧，发觉哇硬到好似石头一样。最尾我即系唔掂啊，即系认识子明嘅时候，我同个子明讲啊，可唔可以我有阵时查经嘅时候，你过嚟帮手弹吉他啊？咁因为起码好啲吓。啊咁而事實上，我更加感受到自己咧，逢親咧係有一個咁樣嘅領師喺我分享之前去彈咧，係會更加幫助我咧，去可以喺逆境當中咧講得更加好。因為我已經同佢哋分享嘅時候，已經唔可以啊，希望會眾反應咧，即係情況底下使自己講得好，簡直一定要憑信心。咁但係從指明呢一點咧，亦可以引起咗俾你理解嘅一個事實。咁亦係呢一班人咧，導致咧。我的讲道咧起了一个可以说革命性的变化因为当你而家听的时候，你觉得哇有冇咁夸张啊？即系点解会嗰阵时遇到啲咁嘅人啊？竟然一开始翻香港分享就是、日华就遇到咧，佢信咗住35年嚟最深硬的团体啊，系咪？但系亦系因为咁咧，导致到我咧当时，因为我唔知道原来呢个系即系起码我有生之年闻所未闻咁深硬嘅自称自己信主嘅。呢啲咁深埋嘅群，但我即系唔知嗰个原来我遇到最劲噶啦嗰班。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6节，他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而是凭着真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真义是叫人活。心只想跟你共行。按你的指引，细听你的声音。虽遇崎岖窄路行，有你作依靠，全无惧夜昏暗。你永眷顾，越磐石越不动摇。你似厚爱，如露雨降在我心。神啊，你是我生命光辉，于我心区除灰暗，去掉我心里伤感。神啊，你是我思前恶滚。永是我心灵安慰，默默岁月似爱心怜悯。